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在这边呢，要祝福所有麦卡贝的观众朋友新年快乐。因为在这个农历新年呢、是最有喜气的日子啦。那希望大家呢，在今年呢都能够赚大钱，工作可以顺利。学生的话呢，这个课业呢一定要突飞猛进，考上你理想中的，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，好不好？那当然，如果你有梦想的话，我觉得梦想在人生中是最重要的。希望你的梦想在今年呢可以实践，而且你要一步一脚印的是吗？去落实它。OK。在这个狗年呢，祝大家这个好运旺旺来。